是不能管理，应该就是管理。我跳湖面游泳不行吗？不可以，跳湖湖很深，很危险。有电了，有运行，你万一陷下去怎么办？我游过来了呀。游过来不给你游，因为这个不安全。我就想死。这一轮我还跳湖，还想死。我不会给你跳湖里面去的。啊，那你觉得你很厉害是吧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啊？你没有考虑过你自己家人啊？啊？